第三十七题，钟麟在光滑的水平桌面探讨弹簧受到压缩和伸长的弹力位能，已知弹簧的原长是八公分。他将弹簧的左端固定在墙上，另一端固定在一木块P点，请比较甲乙丙丁四个位置弹簧的弹力位能大小。我们晓得弹力位能大小是跟它的形变有关系，不管是伸长还是缩短压缩，它如果形变越大，弹力位能就会越大。它的原长是八公分，所以我们知道甲的形变，它现在在三公分减掉八公分是负五，负呢是表示它是缩短压缩，啊，大小就是五。那么乙的形变呢，就是五减掉八就是负三，所以表示它的形变是三，负呢表示它是压缩。丙呢，它在的是八减八就是零，表示呢丙是没有形变的。那么丁呢是十二减八叫做四，表示它是正直的，它是伸长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只要管大小，不需要管正负号的话，我们发现甲的形变是最大，那么再来是丁是形变是第二，然后再来呢是乙，然后最后呢最小的是丙。所以呢，它的弹力位能大小就应该是甲、丁、乙、丙。所以呢，第三十七题的答案呢，我们要选出。他问我们四个位置的弹力位能大小，我们选出甲大于丁，大于乙，大于丙。